火箭少女101张子宁，请你发表你的未来宣言。我想感谢一路以来支持我们的家人、朋友、老师们，谢谢你们。谢谢老板。谢谢腾讯视频，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聚在一起。谢谢挖机机挖，谢谢我们的艺人经纪团队，你们辛苦了。谢谢一直陪伴我们的粉丝。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歌手的路很长，但是你不弃，我就不会散。最后，感谢我的十个姐妹。别忘了，缘之缘，岁月漫长，时光不会蹉跎你脸庞，总有一段记忆想到就热泪盈眶。玫瑰女孩一直会在我的指顶上，多年以后我仍愿为你披上粉色西装。火箭少女101张子宁，再见。张子宁，未来请多多指教。张子宁，请走向属于你的花路吧。